我是小主，后天就是月领盆景展，今天是布展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南海的花木城，跟着展品一起出发吧。大衣两个钱，这就是南沙瑞岭搞嗰个盆景展咧，就叫我将呢棵树送翻翻过去，咁咧我就好高兴，因为呢棵树咧，我系九十年代中期喺瑞岭村买嘅，经过我嘅努力，我自己嘅创作作为一件回报嘅物件，嗱拎翻翻去。我们跟着这个盆景回家了。搞定，那我们盆景展见。盆景技能大赛准备开始喽！呢条就探枝，呢度砌片佢。做盆景之前咧，最好整个草丛。先要做人咧，要阻住佢，而家先凿咗佢先。系咪要？呢啲咧防紫外线嘅。哦，呢个就要一路攞嗰个弯一路切。呢个比较高难度嘅，因为要做几个曲。圆满结束。